多时候我们说啊，假如今天神说好要建堂，说哎呀，我们这才几个人，我们所有的家产卖掉也只不过那一点钱，那算得了什么呢？买几块砖吧。这就是这样的心态，就是这样的心态。很多时候耶稣叫我们去做什么事情，哎呀，主啊，你看我就这么一点，我就这么一点才能，我就这么一点家当，我能做什么呢？就是这样的心态，人就是这样的心态。可是这个孩子却不同，这个安德烈也不同，他们愿意把一点点的东西给耶稣，所以耶稣呢也没说什么，耶稣就说，那么你们叫众人坐下。我想众人一定是推挤耶稣啊，要接受神迹之类的，所以那个地方呢吵很多，众人就坐下，数目约有5000。首先耶稣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叫众人坐下，然后去数有多少的人。接着耶稣就拿着这5个饼跟2条鱼就祝谢了。在马太福音19节记载，耶稣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，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，望着天，祝福，拨开饼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，他们都吃，而且吃饱了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。在约翰福音这里记载，耶稣拿了饼祝谢，分给那些坐着的人，分鱼也是这样，都随他们所要的。换句话说，不是每个人固定的分量哦，食量大的人就吃多一点，食量少的人就吃少一点。他说随他们所要的，他们都吃饱了。耶稣还说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所以他们就说，把剩下的通通收起来，还收了12个篮子。这个篮子跟那个孩童5饼2鱼那个篮子是2个不同的字哦。因为当时犹太人他们装东西都是用篮子装，所以他们随时都是有篮子，就算他们随身带的小包包也是篮子，就是用篮子编的。所以那个小朋友他应该是一个小小篮子带在身上，因为他也很小，他不可能带太大的篮子。他的阿嬷可能他妈妈给他5饼2鱼带在身上让他吃。好，我们看了这样的一个记载，你看到耶稣在这里的性情，耶稣做事的方式，还有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什么。首先我们来看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什么呢？耶稣教导我们信心。什么是信心？当我们读到耶稣对这件事本来就知道当如何行，因为他知道凡事他所做的都是按着天父的旨意，他知道天父的旨意，在这个时候他要喂饱这些人，不要叫他们再回去。因为你看5000个人聚集是不是要很大的地方，并且当我们看到耶稣往旷野里去，所以他们要再回去城里找吃的地方，应该要走路走好一段时间吧。所以天父的旨意就是要行神迹，而且这个神迹是创造性的神迹，从无变有，是创造性的神迹。可是这个神迹呢，需要有人配合。在这个事件里面，哪些人有信心？你觉得谁有信心？小朋友有信心，还有安德烈有信心，还有那些帮忙分饼的门徒，帮忙分饼分鱼的这些的同工。大家会觉得很奇怪，这样子是不是耶稣一祝谢完的时候，那个可以喂饱5000人的那么多的饼，但至少有5000个饼吧，那至少有5000条鱼吧，哇，那可是堆的很多哦。可是实际上应该不是这样。我跟各位讲呢，5饼2鱼的神迹到今天在很多的地方仍然发生。最近有一个宣教士，他记载哦，他去非洲传福音。他说他刚到的时候，他当然就去宣教啊，就讲道啊，就按手医治病人。聚会做完了以后呢，当地的牧师就说：“来，我们现在要去做慈善的事工，这些人他们已经饿了，还有城里的一些穷人，他们要来领吃的。”他说：“每一个月呢，我们都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要发给他们粮食。”他们就去了另外一个地方，结果那个牧师就看到才多少粮食，他想说，这些应该是不够分的，应该有这么多的人啊，而且他们规定的每个人至少好像要拿个5公斤，至少要有5公斤带回家才够他们家的人吃。结果他就去参与，他就去分粮食啊，他就从袋子里拿粮食出来，从袋子里拿粮食出来，他就一直拿，一直拿，一直拿，把所有的人需要的粮食都分完了，还是那一袋。他一直分就一直增加，一直分就一直增加，并不是他一到的时候，耶稣马上给他们看，哇，有这么多的粮食，你们就分吧。哦，不是这样，当他们开始动手的时候，并没有看到这些粮食增加，可是他们一直分就一直有粮食。哇，那个牧师就很惊奇哦，他以为是他带来的神迹哈，刚刚也医治了很多人。可是这个当地的牧师就跟他讲说，耶稣叫我们做这个服事开始，我们每一个月都是这样过的，就是有人奉献，到时候他们就开放，人就来。当然需要的人是远超过他们所得到的奉献的数量，可是没有一次缺少过，所有的人都得到满足。五饼二鱼的神迹今天仍然存在。当地牧师说，我们每一个月神就给我们这样的神迹，每一个月我们都喂饱当地的人，奉耶稣的名。在之前呢，电视上曾经报道有一个台湾的女孩子，她叫 Amy，她很年轻的时候跟她的先生结婚去到美国，后来离婚，所以她身上1块钱都没有，就很贫穷，然后就沦落，好像几乎就变成乞丐那样子。有一天她就到了一个教堂里面去，教堂的人看到她好像是一个乞丐，就有一个人就给了她20块钱美金，她也是基督徒啊，她就拿着这20块钱美金，她就很高兴，她就走到街上，在 LA 就在洛杉矶的街上，他看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，就突然他里面圣灵就对他说一句话，说把你所有的给他们。哦，他吓一跳，说我只有20块美金，把我所有的给他们。然后他想，我要怎样把我所有的给他们呢？耶稣说你喂他们吃。他想怎么办呢？好，他就走到一个热狗摊的前面，大家知道在美国街上都有那个小摊子啊，他们的摊位没有我们那么的丰富啦，他们就是卖热狗啊、面包之类的哈。他就跟那个摊贩讲，他说我要买20块美金的热狗。那个摊贩看他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啊，英文也不是讲太好，说你为什么要买20块钱美金热狗啊？因为热狗很便宜啊。为什么买20块钱那么多呢？他说因为我的神告诉我说要去喂饱在路上的这些流浪汉。哇，那个摊贩就听了，他很感动，他是美国人，他觉得他自己都没有对倒在路上那些流浪汉有这么多的爱心，何况这个从台湾来的年轻女孩。他就说好，你等一下。结果他的生意做完以后呢，他那天剩100只热狗，他就奉献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他们每一天的下午，这2个人呢就在那里送热狗，就送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。电视呢去访问他的时候呢，已经是40年之后了啊。40年之后呢，这个女孩 Amy， 她有上100万的财产，她的财产都是人家的奉献。这个财产在哪里呢？就是她在那个很多流浪汉的地方，她有一栋的大楼，那个大楼全部都是给那些流浪汉住的，就给他们暂时住，供应他们食物，然后就教导他们圣经，他就在那里传福音。他后来变得很胖啊，他那个电视里面知道他变得很胖，他们叫他 Big Mama， 就是一个很胖的妈妈哈。他原来从什么英文都不会讲，然后为了要服侍这些流浪汉，他用英文跟他们传福音，跟他们讲道，服侍他们，然后变成这些流浪汉的朋友。那个访问的人说，他们的团队呢叫那个司机是要开车到那个地方，那司机原来不要去，他说那地方很危险，叫他们不要去。他说他们刚开始拿镜头要拍摄这个节目的时候呢，就有流浪汉要来抢他们的东西，结果这个女孩子就跑出来说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他们是我的朋友，所以呢就没有问题啊。他在那边就服侍这些流浪汉，帮助他们，他自己呢只是住在那个大房子的一个角落而已，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。你看，就是因为他顺服了神，他顺服了神，把他所有的给出来，神就使用他。他没有读过神学院，他没有什么伟大的资历，因为他顺服神，神就大大的使用他，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事工，在人都不敢去的地方，他却服侍了许许多多的人。另外有一个呢，是在台湾的一个宣教士，他叫戴德森，森林的森。他那时候来到台湾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医生，他到台湾的时候他只有一个人，他到台湾的乡下，他一个人他就开一间诊所。后来呢，他就赚了一点点钱，台湾那时候应该也是这东西很便宜，他就增了30张床，然后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，后来就成为台湾南部一个很大的医院。这些都是五饼二鱼的故事，他们愿意将自己的一点点奉献出来给神使用。所以你看到神做事的原则在这里呢。主耶稣他顺服天父的旨意，全部的人在那里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天父的旨意就是要喂饱这些人。这时候有一个孩童愿意奉献出他的一点点，很单纯的心，很单纯的心。这么多人，他的食物本来只准备给他一个人吃，可是他愿意奉献，就有门徒愿意接纳他，然后愿意把这件事告诉耶稣。不要看自己的一点，就是奉献，奉献自己，让主拨开。耶稣注谢了，拨开。怎么样可以真的让主使用呢？就是让主把我们拨开，让主把我们拨开。这个 Amy 把她仅有的一点希望让主使用，结果神就倍增他。上一次我们事工有奉献了一笔钱，然后差遣一个同工一起去到山地，跟一个弟兄，他专门也是服侍那个山地那个孤苦贫穷老人。他说他一开始的这个服侍呢，也是主叫他做的。他自己原来是个警察，然后他就想说，我也没什么钱，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这些人。我记得他身上有1万块、13000块，主就说叫他去帮助这些人。哇，他很清楚，他说、哦、神啊，这真的是你来的。好，他很确定是神来的，他就去买一些食物啊，去给山上的人。他就买米啊，买什么，他去杂货店。后来那个杂货店就看这一个外地人来，他买13000多块的这些食物。他说你要买这些做什么？他说我是要去救济山上那些人。诶，这个老板做什么呢？他就奉献，他买多少他就奉献对等。然后呢，他们就把这些东西给分了，就没啦。然后过一阵子他又有钱的时候呢，同样的事就发生。他去买鱼，那个鱼贩也是问他同样的问题，结果他买多少鱼，那个鱼贩就奉献一样的等量的东西，他们就把这些鱼给分了。就从这个小小的事工开始，现在呢，每一次他要出去就是呼召有没有人要做这一件事，人们就奉献，然后他们就去服侍这些山地里面的人。做神的事，神不需要我们有什么了不起的背景，或是有什么了不起的才能。神所需要的是一个单单信靠他的心，并且能够奉献我们自己所有的。很多人一生都在为自己算计，我怎样算计，我能得到什么，我要保有什么啊？不是我能给出什么，是我要保有什么，我能得到什么。一生算计没有错，你就算计，你就得到你所得到的吧，那也就是你一生的工价，多么的悲哀。可是我们看到，若是我们能够把自己献上给主的时候，主所能做的，那就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而我们却是能够参与在其中，能够得到这样的荣耀。这就是主做事的方式。一生为自己算计的人，他的信心在于他的算计，不在于主。我们看到主做事的时候，他是蛮有次序，蛮有效率。很多的地方讲爱心，觉得基督徒的团体要讲爱心，做事就随便随便啦，有爱心啦，什么都包容，哎呀，这也没关系，那也没关系，没有任何的纪律，没有任何的方式，没有任何的策略跟方法。结果呢，浪费的是神的资源。主耶稣却不是这样，他叫人好好的坐下，还要数算，让门徒一一的把饼跟鱼分给他们。主耶稣注谢以后，就把饼跟鱼分给他们。他们去分的时候呢，这个神迹也在门徒的身上发生。所以你要参与神的神迹吗？你要参与神的神迹，你就要跟他一样走在信心里啊！哇，我想门徒们当他们拿到那一篮子的食物的时候，如果他们转头跟他们的老师说：“拉比啊，这不够分啊！”拉比不知道会不会叫他们说：“那你站在旁边不要去分好了。”因为你的信心不足，你已经看到我五饼二鱼在向神祷告祝谢以后可以分给你们12个人，他不是有12个门徒是吗？然后你会回头来对我说这话吗？你看门徒当时看到主耶稣跟天父祷告祝谢之后，为什么五饼二鱼可以装满他们的篮子，然后他们去分给许许多多的人？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不是只有在耶稣身上，是不是？还在门徒身上也发生，在门徒的手中也发生，所以他们是跟有信心的耶稣一同的同工。他们顺服主耶稣，主耶稣说去做，他们就去做，没有这么多的问题，没有那么多的怀疑。哎呀，主耶稣，你现在叫我去做，我真的是奉劝你哦，我是不要让你丢脸哦。主耶稣顺服天父，门徒顺服耶稣，然后就前去施行神迹。我们在约翰福音看到主耶稣说，把剩余的零碎收拾起来，不要浪费了。主耶稣他虽然拥有一切，可是他绝对不是浪费的。主给我们的都是够用，我只能就讲说主给我们是够用。他若给我们多余够用的，那你就要问他说，这个多余够用的，主，你要我拿来做什么？他也许告诉你说，你要怎么样计划，或是叫你奉献，或是叫你计划投资，或是叫你做什么事情。一切的资源在主的手中，没有浪费的，都是有功用的。你要知道，这是神的个性，他不是一个浪费的神，挥霍的神，他不是一个只注重外表而不发生实际功用的神，是非常的有效率而节省的，他不是一个浪费的主。接下来我们看到呢，在约翰福音最后讲到，众人看到有这么大的神迹呢，众人就想，哇，还得了，我们今后有这个王以后就不愁吃不愁穿了，赶快拥护他做王。可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就退到旷野里去。他知道他要做王的方式，不是借着神迹奇事众人拥戴他，乃是借着他要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把自己拨开，让神使用他。所以我们要看到神迹吗？你就必须要把自己拨开，你必须要把自己献上给神，顺服于神的话，才可能有神迹发生在你的身上。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。等他叫众人散开，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。我们讲到这个晚上是晚上6点钟，刚刚是将近傍晚嘛，现在是晚上了，所以晚上6点钟。他叫门徒先去，他没有跟他们去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6点钟已经天暗了，那时船在海中，因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你看到这里，你就知道为什么耶稣催门徒上船。他的门徒都是什么人啊？哎，渔夫常常打鱼，他们会不会看天气啊？会啊，他们早就知道天气不对，海中会有风浪，所以耶稣就催他们，表示说他们原来想说海中有风浪，可是耶稣说去，叫他们赶快去，催他们上船渡到那边去，然后他自己去祷告。夜里四更天，犹太人四更天就是我们的早上凌晨3点到6点钟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耶稣走在海面上，因为耶稣没有船，船被门徒开走了，耶稣只好走在海面上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啊，有鬼，是个鬼怪，他们就害怕喊叫起来。可是我们如果知道犹太人的背景，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门徒说有鬼哈，因为在犹太人的传说里面，海上有风浪呢，是因为邪灵作祟。如果有意外的话，就是邪灵作祟，所以他们觉得说啊，有风浪，然后怎么有个人走在海上，一定是鬼。所以耶稣对他们说，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就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哇，彼得胆子好大哦，他很有信心，因为前面看到了5饼2鱼的神迹，而这神迹呢，亲自从他的手里出去，他亲自拨饼，亲自分鱼，他亲自经历了这个神迹，所以在他里面，就像我们讲的凡事都能的信心，这时候就生发起来说，主啊，若是你，我要跟你一样，你让我走到海面上，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很欣赏有信心的人，耶稣喜欢我们有信心，所以耶稣说，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只是彼得有从船上下去嘛？彼得有在水面上走，对不对？有啊，彼得有，他要走到耶稣那里去。他头先看到耶稣，他就赶走在海面上，接着他看到风很大，然后就害怕。我们一般人就是这样，当我们看到耶稣，听到主耶稣的应许，就满心的刚强壮胆，接着看到我们的环境，就四处开始评估，恐惧跟怀疑就跑进来，就害怕了。他原来走在水面上啊，现在没有信心，就沉下去了。他说，主啊，救我。主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为什么疑惑呢？我们为什么在环境当中常常忧虑？忧虑是罪。为什么忧虑是罪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忧虑就是不信，因为不信神，所以会忧虑。因为不信，所以忧虑。不信是个罪，罪让我们与神分离。疑惑就是不幸的开始。当我的心开始对神的话产生疑惑，产生疑问，真的吗？圣经是这样讲，真的吗？这个真的吗就是疑惑的开始。很多时候我们读经，虽然我们刚开始接触圣经，我们看不懂圣经在写什么，圣经永远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可以让我们去探究，可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接纳的心来先接受它。虽然不懂，可是我们就接受了，圣经就是这样说，而不产生疑惑。看不懂就产生疑惑，那么不幸的恶心就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了。这时候我们就会在环境当中下沉，当我们的眼睛离开耶稣，就产生很多的不可能在我们的心里。这时候罪使你跟神的应许还有神迹相隔离，神迹就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。我们刚刚是不是读到在拿撒勒地方，因为他们不信耶稣，耶稣在那里就不多行神迹了。怎么行呢？这个人都不能接受，他不信啊。彼得不信，就掉到水里面去了。还好耶稣就把他抓上来，他还知道祷告，他的祷告简短有力，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又有对象，又有内容，情辞急切，主啊，救我！耶稣赶快把他抓上来。还好他还知道叫主救他。很多时候呢，有些人呢里面啊太多的律法，在这时候就会罪疚感上来，说：“看，都是因为我没有信心，所以我才落到这种地步。”连祷告都不敢祷告了，尤其是刚信耶稣的一些弟兄姐妹哈，觉得说哎呀自己做错事情了，有邪恶的思想或者犯了罪，觉得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啊。你看彼得都不会，彼得还情思急切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赶快把我从这个罪恶里面救出来吧，不然就要掉到水里面去了。”主是蛮有怜悯的，只要我们回转，他就把我们救上来了。于是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船上的人就拜他说：“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”哇，这时候门徒里面任何的一点疑惑都不存在，他们敬拜耶稣说：“你真是神的儿子。”他们过了海，来到格尼撒勒的地方，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，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，把所有的病人都带到他那里去。耶稣现在大大的有名，他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并不是原来他所在以色列人的地方，所以他到外邦人来的地方，这些外邦人反而大大的接纳他。所有的病人把他带到这里来，他们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，摸的人就都好了。为什么要摸耶稣的衣裳穗子？我们上次讲过，在犹太人他们衣裳上面的穗子呢，就有时候拿来做图章用，代表他的权柄，代表他的身份，代表他这个人。这些人说，如果是摸了他的衣裳穗子就好了，所以这些人说，就让我摸一下你的衣裳穗子吧。好，耶稣在海上走，这个事件耶稣教导我们什么呢？信心，信心，信心，我们等一下还是要讲信心，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，信心是最宝贵的，信心是天国的货币。主耶稣是超自然的神，他所行的这个神迹是超自然的神迹，若是没有信心，就不能够进入超自然界，就不能够接受耶稣的神迹。彼得相信耶稣，他相信耶稣能够走在海上，因此他说：“耶稣也让我走在海上。”可是他有没有拥有了像耶稣这样的信心呢？没有，他失败了。一个人相信神的话，跟拥有真实的信心，这当中到底有什么差别？我相信神的话，我坐在教会的里面，我听讲道，我回去读圣经，我相信神的话，可是这样子是不是代表就拥有了信心呢？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呢？彼得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他有信心，所以他产生了行为，因为他有信心，所以他求主，主说好，来，所以他踏出了船，走在海上。那个孩子，他相信耶稣是主，他不仅相信耶稣是神，并且他有信心，他觉得他只要奉上他的一切，其余的他不管，反正他是神，他有办法。安德烈相信耶稣，他也同意这个孩子的信心，所以他就为这个孩子成为一个管道。相信是一件事，在我头脑里，有行为是另外一件事。当你去行出来，当你行道的时候，信心的果效才会产生在你的生命当中。魔鬼也知道耶稣是神，魔鬼也认识神的话，但是他心里却恐惧战兢，他却仍然背逆神，他却仍然不遵守神的话。世界上的人听到福音，听到耶稣是这样一位满有怜悯、恩典、慈爱、掌管全宇宙的神，他们相信耶稣是好的神。可是他们要不要来跟随呢？他们不愿意来跟随，为什么？因为要舍弃太多的东西，要放下他们过去的生活，他们不愿意放下过去的生活，分别为圣，来跟随神。他们喜欢过去的生活方式，他们不愿意十一奉献，觉得那是我的算计。为什么十一奉献？信耶稣还要十一奉献？不愿意啊！十一奉献很好，你看十一奉献是神给我们祝福我们的管道，这个很好。可是他不要奉献。聚会，对，应该要聚会。圣经说不可像那些不信的人不聚会，所以聚会，对，要聚会，对，要灵修。可是我有其他的事，我就不来聚会。我今天很忙，我就不要灵修，我就不要与神独处。相信是一回事，拥有信心是另一回事。我如何能够真正拥有信心？我如何能够真正的认识神，真正能够经历神？我必须要走进那个信心的里面。我真的不能够确定我与神独处的时间，我这样的祷告神有没有在听？我以前都没有做过，我很不习惯。我真的要去做吗？我如果去做的话，我其他的事情就没有时间做了。你的选择在哪里？我相信它是好的，可是如果我不去行，我仍然没有信心。我相信神与我同在，可是神叫我做的事我都不做。那你这个相信是什么呢？很多人慕道很久不受洗。已经相信耶稣，为什么要受洗呢？因为他没有真实的信心，所以他不能受洗。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。两个人真实相爱，可是我们不要结婚，这就没有真实相爱，因为不委身，还可以跑掉，对不对？没有负担，这不是真实的，这不是真的。再来的君王，阿多乃。